哦，我刚刚用 Google Map 沿路找这个钓点呢、啊，我找了2个小时吧，我才找到这边。不过这一路还蛮好玩的、啊，就是一个一个点让自己找，还蛮有乐趣的。哇，没想到桃园有这种地方哎，好清幽的环境哦。哇，可惜这边水很脏啊，完全没有鱼的底下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继续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哎嘘。然后我今天一样用汤匙，好，我们大家先用汤匙下去试试看钓况啊。如果不会咬的话，我们再看看要怎么办好了。然后这次我用的杆子也是正出式的这种杆子，用这种 U 流杆来甩动小汤匙，还蛮适合不过的。啊，那我已经准备好钓组了，我们就准备下去做钓吧 ，Go！来吧，水蕊，哇！感觉这边生态真棒哎！哎咻！哦，这时候出来穿那种溯溪鞋就很重要了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，好吗？那我们来抛抛看这个平淡无奇的小溪里面有什么货吧。哎、欸，咬咬咬咬啊！放枪啊！可恶！哦，鱼挣脱一下就跑了。后来，我们先站在溪流中间丢。哦，好舒服、哦，整个脚泡在这水里面，冰冰凉凉的。奇怪，今天丢汤匙鱼都不怎么追，怎么回事啊？那等一下我换软虫来玩玩看好了，如果汤匙不咬就换软虫。哎呀，终于终于！终于啊！哦耶，新钓票哎耶！哦耶，它是我们俗称的红猫啦，就是公的西哥啦。终于终于，哎咻！终于，是不是终于了吼？吼！呜呜！哇，可恶，掉了！终于终于，呜！终于吼，哎咻！来来，该回来孩子。哎，就是福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福寿来咬。哎、欸，真是的。好啦，我去休息补给了，已经中午了。终于，终于，呜嘘，呜嘘！哎呦，终于哦，哦哦，是什么鱼啊？哦。嘘，这什么鱼？刀住刀住刀住，哎咻！哦哦哦哦哦，这什么？哦，不行不行，哦，好会冲，哦，不行不行，你该起来呀，孩子。哎。哎、欸，福寿，这里怎么有福寿鱼啊？哎、欸，终于终于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终于终于，呜嘘！哎耶！哎、欸，西哥哎、欸，耶、yeah! ！我来站在这个激流丢丢看。
啊，终于终于，哎耶！终于终于耶！哇！哇，下去了，可恶！来吧，哇，一整排我都可以丢，来吹落。我们先从边边开始，好，没有鱼，呜、哎呦，有鱼追出来，终于终于啊，哇哇，你有看到吗？那只鱼它从边边追出来，呜。福寿，阿福，哎、欸，阿福，怎么是你啊？而且这是吉利哦，你看他肚子红红的，好可爱哦。要要要！终于，呜嘘，终于，耶！哎哎哎，哎，又是福寿哦！哎，阿福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谢谢你让我今天不无聊啊！那我们把你放回去吧。哇，这条河里面好多吉利哦！哎，终于终于终于啊耶！哇，我想说我要收饵，就突然咬出一只福寿。哎，怎么是你啦？啊！哇，看起来真棒！我超喜欢吃这种麻辣烫的，就想说钓完鱼来吃吃麻辣烫。哦，刚骑那段山路，我觉得风有点大，有点冷了，因为现在已经入秋了。你看，已经是九月的尾端了，已经入秋了，这个天气真的是冷了。我们吃看看麻辣臭豆腐。嗯，味道是不错啊，但是它一个25块有点贵。嗯，我超爱锅烧意面。好好吃哦，花干，哦，这个花干它吸满辣油，这就是为什么喜欢吃花干的原因呢。
它汤还不错，我觉得这可以的。好满足的感觉。啊，吃完了齁，说没有想到今天突然想要去钓溪鱼了。为什么我今天会去钓溪哥？是因为我最近看到 YouTube 上面有人在钓溪哥，然后觉得溪哥好像很好玩。只是今天在沿路寻找钓点的时候，然后就刚好恰巧碰到现在那个点，从上往下看都是鱼，所以当下马上煮个杆子就去那边做钓了。但没有想到说今天可以钓到溪哥，然后沿路还有福寿来帮你助身。今天这样钓鱼我觉得好好玩哦，就看下次还要再去哪里钓好了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喽。